故地十次以上了，从小去到大的。我来到这边必须要尝一下茶店吃。没吃过这个，所以不知道味道如何。怎么说呢？越去越上瘾。我们整家人，包括我奶奶也好喜欢。什么都试过，蘸着来吃，带有海鲜的鲜味，是不是？知道虾蟹是怎么做的吗？我只懂得吃，你介绍给我也可以啊。在北海，沙蟹汁的味道极具个性，性情也随和百搭。无论是与豆角共炒，还是炖鸡汤，又或者制作豆腐包，沙蟹汁都是点睛之笔，不放一点盐，就能为食材带来咸鲜、清甜的口感。而店里所有的沙蟹汁，来自40公里外的周君翠夫妻。好久，现在是什么时候呢？现在才开始退潮，等下出去看一下。台风的话呢，打乱了那个抓沙蟹的计划了。本来是潮水合适的潮水，但是赶不上啊。气温下降，沙蟹更难捕捉。周君翠夫妻非常担心今年的订单。我们当时最早时候是在家做宜家乐，用沙蟹汁做出来的菜呀、很受欢迎的。因此，夫妻俩想到建一个厂房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沙蟹汁。厂投入的太多了。房子啊，首饰啊，都变成现金投资进去了。我觉得是我的所有吧。终于，连续几天的放晴，滩涂上的泥沙被晒得干干的，捕捉沙蟹的最佳时机到了。沙蟹只有指甲盖大小，靠绿石泥沙中的有机质为生。它们天生胆小，但身手敏捷，只有经验丰富的赶海人才熟知他们的脾性。这儿，哇，要快呀！你往那边照，来。姐，你等我。卡住了，卡住了。沙蟹都快回去了，水涨了，涨上来了。我真的拍不到。我们不能往这里走了，这里水涨潮了，快走，往前走。姐夫呢？哎，你在哪里？不要往那边走，往上走，上面的沙蟹多。给我跑起来。还行，其实沙蟹挺大只的，就回去了。来，蟹啊，你放久了以后呢，会滋生各种各样的细菌，要趁着鲜活要把它做。为了最大程度去除沙蟹的腥味，他们做着别人不愿做的细活。每一个沙蟹哦，我们都要去剥肠子，这个是最麻烦也最长时间的。加入大量的盐，保证沙蟹在漫长的发酵过程中不会生虫发臭。加久了，做这种传统工艺很辛苦的，我母亲经常做以前，所以现在的肩颈啊、腰啊都很不好啊。正因如此，如今家里人都已经退休，只剩夫妻俩还在坚持。以前没有人做沙蟹汁，也没有参考，不像酱油啊、鱼露啊，还是挺困难的。都做到没钱买菜的时候啊，都是父母亲给菜我们吃啊，都是这样子。谢谢。
一个月的阳光沐浴中，沙蟹中的蛋白质被水解，产生大量的游离氨基酸，这是我们常说的鲜味儿。当蟹肉与汁水开始分层，意味着沙蟹汁即将酿成。现在我们都不用看了，走到房门闻一下这个味道就知道了。哎呀，哇，好香啊！它含有天然的谷氨酸钠，就是我们说的味精，所以它特别鲜。做调料它是最棒的。好一点点喽，好一点喽。转给我。嗯，好的，欢迎你来主播。再沾点沙蟹汁才好吃的，懂吗？来。嗯，哎呀，可好吃了！张嘴再一个，跟那冬菜。妈妈吃的好吃吗？沙蟹汁吗？好吃。大声一点，妈妈。妈妈。哎。好一点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可能凭我一己之力，可能也做不起来。我们成家了以后，一心的就一直的去做，没有停过一天。非常感谢我的爱人能支持我今天做一点事情，感觉到这个味道也跟福建的家乡的味道也一样呢。现在做的沙蟹汁比你那个好吃多了。这个从爱情上说是超越了，用爱来超越这个。海浪里的至鲜美味，唇舌间的至爽体验，来了，谁呀？这干了？让味蕾跳动得更极致，让畅快释放得更带劲，满嘴嚼起来都是肉，多香！美味同享，尽兴欢畅，这感觉更爽。